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方。我现在人在这个南机场夜市。那我现在测试这个 Poco Reno 4的手持摄影。那待会因为现在已经晚上了，而且晚上很黑，所以待会我要在这边进行这个手持摄影的测试。那我会拿这两只手机跟手持的这个自拍棒，然后同时架着，然后这样子来拍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吧。光看荧幕这样子就觉得有明显的差别。芋头大王。哎，今天沙威玛没有开。你们最爱吃的猪肉玉米包。Next level。好，回到南机场夜市的入口。好 ，OK， 我们今天就先测试到这边。那我是允爸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